你好，今天我想介绍思路利益。你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你就会知道怎么计算辛弃疾。首先，辛弃疾2017年5月21号，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2017年5月21号辛弃疾。不过我可以计算，这个日期是星期天吧？星期天，百度一下，2017年5月21号是星期天，星期日，我介绍别的方面，我准备这个网页，这个网页有一个 APP，这个 APP 可以测，辛弃疾计算的时间，比如说，1957年2月9号的，这个是九五吧，九五，2080年10月13号是星期日，星期日，2306年5月19号是九六吧，九六，1909年10月9号是星期五，1952年11月14号，这个也就五吧，全部对的，好，下面我介绍怎么计算辛弃疾。OK，首先我介绍一个。材料公式，很久以前，一个德国人发明决定这个公式。我们日本人、中国人、欧美人，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需要使用这个公式。100C+Y年 MUAT 号的话。用这个复杂的公式，计算，对应这个辛弃疾，计算这个公式非常非常复杂，所以非常非常难，所以下面我介绍怎么计算那个非常复杂的公式，这个图形，表达各种各样的辛弃疾。计算方法，世界上有很多辛弃疾计算方法。不过，我觉得没有人统计、分析、整理过这些的方法，所以我自己整理这些方法。我起名这些方法的名字，所以在互联网上没有这些的。这些方法的名字，里面不能找到这样的名字，从左到右是从慢到快的计算方法，从下到上需要记住越来越多的东西，所以有下的方法，好的方法，因为计算快。记住很少的东西。不过，像左边的方法，不好的方法，因为心算速度非常慢慢，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记住。今天我介绍第一个方法到第六个方法，一二三四五六个方法。我们有别的方法，公式代入法。手机算法这样的方法，心算速度非常慢。今天介绍，简单介绍吧。公式代入法是这样吧？公式代入法是非常简单的，简单理解。用那个材料公式，拿 G 和 B 和这个计算机，
用这样的东西，计算，星期几，不过看这个视频吧。啊，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时间计算。嗯，这个是公式代入法不好的方法。还有手机算法，手机算法有的中国人里面的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们按照手机部位的顺序计算，最后我们可以找到星期几。不过这个方法浪费很多很多时间，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好。今天我介绍，第一个方法乘一点阿尔法到第二个方法数字因贝法。对一般的人，我建议第三个方法，二十八、五十六、八十四法。OK， 开始吧。首先，我介绍计算的流程。首先，所有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到第六个方法，我们需要计算四种相对应的数字。这个相对应的数字是前两位数、后两位数、月数、日数。这个四个相对应的数字。看这个例子，我们需要决定这个四种数字。从这个部分，我们计算前两位数零，后两位数十，月数是五，日数是十四。以后我介绍怎么决定这个前两位数、后两位数、月数、日数。以后下面我介绍吧。不过关键是决定这个数个数字以后，我们加起来这个数种相对应的数字，四五四四，一共二十三，二十三除以几，还有我们计算有数，有数是二，用这个表格有数二的话就二，这个就二。再别的例子，我们首先我们计算决定数种相对应的数字，前两位数、后两位数、月数、日数。下面我介绍怎么决定这样的四个数字。不过关键是我们加起来这样的数字，一五十九，一共二十五，二十五除以几，有数等于星期几。在这个也我简单介绍计算的流利流程。好关键是我们加起来四种相对应的数字，前两位数、后两位数、月数、日数，还有除以几的有数对应星期几。比如说这个一共的数字是十五的话，这个是九一；二十六的话，九五；四十一的话，九六。这样的关系。OK， 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介绍四种六种方法：一点阿尔法除数法、二十八法、五十六、八十四法、数字谷歌法、谷歌法、数字因贝法。计算前两位数的方面和月数的方面、日数的方面，都一样。区别是后两位数计算方法。如果有的人想讲乘法的话，他应该使用一点阿尔法；想讲除法的话，除数法我推荐。不过对一般的人来说，我推荐
阿西巴五十六八十四法，如果有的人感兴趣思算的话，我推荐这个酷酷法，我自己开发的这个方法，还有，如果有的人非常非常好背诵很多的东西，我推荐数字音背法。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计算方法中这个六种方法。OK， 首先我介绍三条规则。我们需要了解这样的三条规则。规则一，年月关系。一月份和二月份的话，我们使用前一年的数字，比如说1985年五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计算1985这个一样的数字，当然一样的数字。2031年十二月的话，当然一样的数字2031。不过这个注意一下吧，2019年二月的话，这是二月，所以减掉一年，所以不是2018，我们开始计算。2015年三月的话，2015一样的数字。不过1958年一月的时候，减掉一年。1957，1900年二月的话，1899年开始计算，这是第一个规则，非常简单的。一月份、二月份的话，前一年吧，第二个规则，这个规则是非常复杂。我们需要决定前两位数，年的数字，一般的时候，数个数字，前两位的部分，后两位的部分，使用这个前两位的部分，我们决定前两位数，比如说1985年五月的话，看这个前两位的部分1900，我们需要背诵这个表格。以上在这里，以上是前两位数是一，所以前两位数是一。2031年十二月的话，前两位的部分是20，所以看这个表格，20是前两位数是零，在这里，所以零。2319年二月的话，前两位的部分是23，所以看这个表格。在这里，所以前两位数是一。2055年三月的话，前两位的部分是25是五，什么的。看这个前两位的部分，我们用这个表格决定前两位数。首先，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个表格非常非常麻烦。不过刚开始很难，但是我想重复练习几次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学会了。这个表格有一个简单的规则，数的倍数的话，前两位数是0，16、20、24的话0，数的倍数的话零，四八二十二二十六，五十，不过不是数的倍数的话三，数的倍数减一，十五十九二十三的话一，数的倍数加一的话，十七二十一二十五的话五，再一次说吧。刚开始很难，不过重复练习几次之后，
你就会自然而然学会了。好，加油吧。第三个规则，也能，我们需要背诵这个表格，越秀的表格。乙月的话，月秀是零；二月的话，月秀是三；三月的话，二；四月的话，五；五月的话，零什么的。我们需要背诵这样的表格，不过对一般的人非常非常难，对我来说非常难，所以我们使用谐音吧。首先我们了解一月、五月是非常非常幸运，因为一月份是新年，五月有劳动节，所以零我们不需要计算一月、五月的话。不过，在别的月的时候，二月的话三，三月的话二，我们需要记住这样的关系：二月三，三月二，四五六三七五八一。所以我们是用谐音，谐音，比如说二月的话三。两相，三月的话二三呢，四月的话五四五，六三，七月的话七五，八月的话八一什么的。我们使用这样的谐音，背诵这样的这个表格的关系，或者你可以使用例子。二月份的话三，所以一；二月三号，三月的话二，所以三月二号。如果万一你的兄弟或者你的家人朋友的兄弟是这样的例子的话，非常非常幸运，你已经背诵那个例子，所以你记住那个例子是。这个速度利率的关系，所以二月三号是特殊的例子的话非常好。二月份的话三，三月份的话二，四月份的话五。记住的方法没关系，你自己可以决定谐音或者例子，不过关键是你需要记住这个月秀的表格。OK， 我已经学过了三条规则。规则一是一月份和二月份的话，使用前一年。规则二是前两位数的规则。用这个表格决定前两位数。第三个规则，第三条规则，我们需要背诵这个关系一月份零三，二月份三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谐音或者例子。OK， 开始吧。我已经学过了，今天我介绍六种方法。第一个方法，一点二五法。OK， 2030年七月九号的话，我们开始计算吧。首先我们分开2030年的部分，分开这样吧。七月的话在这里，九号是九。OK， 计算开始吧。前两位的部分是20，所以前两位数是用这个第二个规则。前两位的部分是20，所以前两位数是零。零打字吧，零零。OK， 后两位的部分是三十，所以三十乘一点二五。OK， 行，三十乘一点二五，三十七点五。忽略小数点没关系，小数点的部分，所以三十七吧。
三十七，嗯，七月的话，我们需要决定月数，所以月数是七五的关系。七月的话，五七五的关系，所以五，嗯，立数立数是一样的。九号的话，九一样的数字，嗯。以后我们加起来这样的数字，零三十七五九，嗯，所以是需要五十一吧，五十一，所以五十一除以七是七七十九，所以有数是二，五十一减十四九二，所以多九二吧，九二，九二，嗯。这个是对的，嗯，确认吧 ，OK， 确认，这个是，这个也是答案的，九二 ，OK， 说别的例子吧，第四个吧，1618年2月20号，首先我们分开，这个例子，溪流，还有这个部分注意一点，因为月休息，月的部分是。二月，所以我们有，这个第一个规则，一月份和二月的话减一年，所以，不是十八、十七吧，十七年吧，嗯，二月的话二十号的话二十，我们首先分开这个日期。前两位数是溪流，溪流的话，前两位数是零，零，溪机，我们需要长一点二五，所以溪机长一点二五是二十一，二十一，月数是二月的话，二月。的话，三两项的关系，所以三三绿数是一样的，二十号二十，所以零二十一三二十，所以加起来二十四，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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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除以七。是十七六是四十二，四十四减四十二是二，嗯，二一样的九二吧，好像一样的九二，嗯，确认，嗯，好的，对的 ，OK， 我们可以计算啊，星期几用这个方法乘一点二五，不过乘2.25非常非常难。我们需要用计算机，所以我不建议这个方法。嗯，我们不应该使用这个计算机。所以下一个方法，除数法一点点容易计算。嗯 ，OK， 一样的数字吧，啊，一样的例子吧。2030年7月9号的话。首先，我们分开这个日期一样的，2030年7月9号，所以，前两位的部分是二十，二十，所以看这个啊、表格二十的话，前两位数是零，零，嗯，这个方法我们不乘一点二五，我们除以四。所以三十除以四是四十七吧，嗯，七点什么什么什么，七点五吧。所以七，忽略小数点吧，嗯，所以七，七月的话，七月的话，看这个表格，七月的话五，七五的五，所以五，九号的话九，嗯，我们加起来。这个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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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零、三十、三十七、四十二、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除以七，余数是
七七四九岁啊，一九啊吧，一，结果是一样的。嗯，我们不需要使用计算机，注意是计算容易，所以这个对了。OK， 再别的例子吧。OK， 这个第五个吧。2022年10月以后的话，嗯，首先我们分开这个啊，日期。22、42、10月以后，所以22，看这个表格22在这里，欧州不是四的倍数，三，嗯，三，42除以4，当然11点什么什么，所以十，嗯，十一月的话，溪流的，啊，溪流的流。流以后是一，嗯，接下来三四四啊，四四五五四五五四五六四，嗯，四四五四四五四五五四五六四六四啊，六四啊，对吗？所以六四啊，除以之有数是七八六七八。六吧，九六，五，九六，这样 ，OK， 九六，对的 ，OK， 好，B， 将1.α 这个方法一点点容易，不过，我觉得你觉得计算非常非常难，所以下一个问题。方法非常好，足場有四流把是四法，嗯，这个出四法的问题是数字非常非常大，比如说我们需要计算四十二把四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计算110、140什么的，数字很大的话，对一般的人计算非常难，所以足場有四流把是四法，我们不使用大的数字，我们使用小的数字。嗯，如果或两位数大的话，我们使用足場有四流把是四之一，为了减少那个大的数字，比如说把是小的话。用 OK， 八十四，嗯，八十九减八十四，嗯，我们计算这个数字五，五十七的话用56，五十七减五十六，一，四十八的话，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大，计算非常难，所以用48减28等于20，嗯，这个例子或两位数2的话，这个数字已经小，十分小，所以我们不减没有。就是说的话，用把系数，减到15什么的，嗯，用这个方法，我们不需要。计算非常大的数字，嗯 ，OK， 所以开始吧，一样的例子吧。2030年7月9号，嗯 ，OK， 开始吧。前两位的部分是20，所以看这个表格，20的话，前两位数是零。OK， 三是大的数字，不容易计算，所以。用足場有四流把是四之一，在这里，足場吧。三是减足場，所以二非常少。二除以四是当然零，我们不除以，所以零。嗯，七月的话，七月的话，七五的五。五
就好是就，所以林阿林吾就，所以林七溪流。溪流注意之优秀是溪流兼溪溪四，所以阿就阿吧。就就阿。OK， 再预备的例子吧。1986年5月2号的话，首先我们翻开这个例句。1986年5月2号，前两位的部分是以上，所以看这个表叫以上，是前两位数是一。一，巴西流。巴西流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我们减少用这个巴西数吧。巴西流减巴西数是二，二除以数是0.5，所以零。零。五月的话，五月是非常幸运，劳动节，所以零。零。理数一样的，二号是二，所以。一二零二，所以五除以七五，所以九五，对的 ，OK， 看这个吧，二十八、五十六、八十四的话，我们不需要计算大的数字，我们使用小的数字，所以。我们可以计算非常容易，所以我推荐这个方法。OK， 我已经学过了第一个方法，一点二五法、除数法和二十八、五十六、八十四法。不过，如果你感兴趣。快的方法，更快的方法的话，你应该条件别的方法，谷歌法和数字隐蔽法。谷歌法我自己开发的方法，我推荐别的人。数字隐蔽法是最快的方法，不过我们需要很多很多锻炼。首先我介绍数字隐蔽法吧。我觉得你已经了解了计算新奇迹的关键是计算后两位数的部分。比如说 C, 后两位的部分是 C3 的话 2,5C 的话 6,八十八的话，五什么的。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后两位数的部分的后两位数的话，我们不需要计算后两位数，我们依靠记忆。不过，对一般的人来说，很难把这样的表格记住。只有特殊的超人可以背诵这个大的表格。为了说明，如果我们记住了这张表格的话，我介绍这个数字隐蔽法吧。2030年7月9号的话，一样的，分开的。前两位的部分是20，所以200，所以20。后两位的部分是3C的话，3C的话2。如果我们背诵这个大的表格的话，我们不需要计算这个2，我们只有想起来2的这个数字2。七月的话，月数是七月的5。九号的话，九，所以九，加起来二五，
조所以시류시류주의지유슈단유어所以조어OK 啊，再学一遍吧。我们对一般的人不能记住这个大的表格，所以，我推荐别的方法，叫谷歌法。首先，我介绍谷歌法的原则。谷歌法使用记忆的金表菜和记忆运动的方法。记忆运动是在一定的规则下，记住数字、图像、人物的名字、不可排的顺序等等。我自己喜欢记忆运动，我有的时候参加记忆的锦标赛。我们使用这个记忆运动的方法，为了计算新记忆。谷歌法包括各种各样的记忆运动的技法，比如说场所法、现象记忆法、文字法、数字记忆法。数字记忆法对中国人、日本人，我们记忆数字的时候，我们使用联想。不过，对英语说的人，他们应该使用主要系统多米尼克系统。今天我介绍联想的方法吧。OK， 介绍谷歌法吧。谷歌法，首先我们自己需要选择几个地方。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书房、洗手间、厨房、客厅、走廊什么的。每个场所有从零到六的数字。在这个例子上，书房有零，洗手间一，厨房二，三客厅四走廊啊东旁什么的。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场所。再别的例子，零公园，一地铁站，二检验房，三饭馆，四学校。五便利店、六家，我们应该选择非常联系的场所，不联系的场所不选择。OK， 在谷歌法，我们需要记住，在每个地方有这个数字，比如说在公园上有。零零零六一七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四这样的数字，在地铁站有这样的数字。不过，对一般的人，我们不能记住这个没有意义的数字，所以我们使用现象记忆法。现象，联想，我们使用。比如说，在公园，我们有零零电话、泥牛、一七、梁山、水母什么的；在地铁站，我们有几喝酒什么什么；在健身房有别的东西或者名字。关键是，我们不记住数字我们不记住季节数字，我们用现象在每个场所，还有这个东西有文字的关系。关键是这个数字的对应，比如说零
对应零零零六以及二十三水水数五十一，这个关系我们不能改变，不过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谐音或者场所的名字。OK， 比如说在公园啊，你可以选择别的地方。不过在公园，我们有这样的东西。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东西，二个地方有这样的东西。再说一遍吧。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谐音。不过，我们不能改变这个零的零对应零零零六以及二十三，一对应零一零七十二十八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我们不能改变。我是里边的，所以我的汉语不太好，所以你应该使用你的自己的谐音决定这个表格。做谐音的时候，我们有关键。第一个关键是不要选择同样的形象。比如说这个。左右的谐音是左右，酒吧的谐音是酒吧，一样的。我们不应该选择这样的同样的形象的东西，为了区别。别的关键是采用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人的名字。非常怎么说呢？遗憾，非常遗憾，我们的大脑容易记住不喜欢的东西。别的方面是，如果好的东西或者好的人的话，我们的大脑容易忘记，所以我们采用不喜欢的东西。这个是谐音决定的时候的关键。OK， 使用这个关系，克服法吧。2034年七月九号的话，首先分开的，一样的。二十是规则二，规则二十是零，所以零，后两位的部分是。三十，所以看这个关系，三十的话，三十是三零吧，三零，限定在前线房，我们有限定在前线房三零，所以二前线房是二，所以二七月的话。七月的话，七五的五，五九号是九，礼数是九，所以零二五九，所以四六，四六除以七，礼数是二，所以九二，别的例子吧，OK， 这个吧。2088年8月29号，分开的。还有20是一样的，所以零八十八，八十八是在这个吧，便利店拜拜的。八十八拜拜，便利店是五，所以五八月的话，八月是。
所以我们自己准备这个录音啊，谐音，用这样的形象，还有分子，我们的大脑容易记住的东西一级分子，所以我们记住这样的东西在每个地方每个场所。场所法的关键是用场所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可以记住东西容易，所以用这样的记忆运动的方法技法，我们记住这个表容易，这个是古古法的关键。不过背诵这个大的谐音对一般的人首先不容易，所以我推荐就是古古法。就是古古法是几乎一样，不过我们使用阿西巴乌西流巴西斯的巴西斯法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使用阿西巴乌西流巴西斯的话方法的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减少东西的数字到四个东西在每个地方。比如说在公园上我们有四个东西，在地铁上四个东西，在健身房四个东西，什么的。OK， 所以表格成为这样的小的表格。OK， 使用就是古古法吧。第一个例子，2030年7月9号的话，前两位的部分是阿西，所以阿西是一样的，阿西是零。零，零，三十，三十减少，用二十八的话，二，所以二在这里，二鸭子的二减线房，所以二，七月的话，七月是。七月七五的五，七五的 ，oops， 五九号是九，所以零二五九，十六，十六除以七有数是二九 ，OK， 对的 ，OK， 再别的例子，第五个吧。阿西2022年十月一号的话，分开阿西亚苏西亚十月一号，阿西亚的话，阿西亚的话，前两位数是三，五数不是四的倍数，所以三。三苏西亚，苏西亚大的数字，所以苏西亚减。阿西巴，所以西四，西四的话，跟这个关系，西四是在一系，所以方国在方国有一系，所以三，三十月的话，十月的话，西六吧，所以六。六一号的话，一，所以三三六一，六是啊，四三吧，四三除以七有数是六，九六，九六，好，对的 ，OK， 用这个数字古古法的话，
我们需要背诵这个小的句子的东西。所以首先我推荐秋季古古法为了四川新奇迹。好，今天我已经介绍过了六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到第六个方法。OK， 最后我介绍技巧。计算新奇迹的时候，首先我们看约的数字，因为我们决定这个我们需要判断这个第一个规则一月份二月份的话，我们需要减掉一年，所以首先我们看月的数字，以后看年的数字，月的数字，日的数字，加起来就一起什么的。看这样的数字的时候，我们应该叫幸运的部分，比如说前两位的部分，十六的话，二十的话，二十四的话，前两位数是零，我们不需要加，我们不需要减，不管这样的一十六、二十、二十四年，还要用库库法的时候，我们有常数零的地方，比如说后两位数是零的啊零六，以及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四、四十五、五十一、五十六、六十二、七十三、七十九、八十四，就是零零的时候，后两位数是零，我们不需要计算。一月新年的时候，五月劳动节的时候，月数是零，幸运。七号、十四号、二十一号、二十八号的话，日数是也零。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月的数字，日年的数字，日的数字的话，我们叫这样的数字。所以今天首先我介绍这个2017年5月21号这个例子是特殊的例子，因为20是前两位数是0，以及后两位数是0，5月0，21号0，所以前两位后两位月数日数都0，所以零零零零，所以星期六星期六，这个例子是非常简单的例子。OK， 别的方面，两位数相同的记忆，一一二二三三四四的话，六五十五、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五九十九、十零零一。这个关键是一点点容易记住，所以我推荐首先你记住这样的关系。还有对我来说加六计算的时候加六非常难，所以有的时候我建议在速度里里计算的时候加六和减一的意思是一样的。还有加五，有的时候计算非常难，所以我有的时候减二，意思是一样的。加六减一的意思，加五减二的意思都一样的。所以用这样的技巧，我希望你们可以计算非常快。还有首先我介绍这个软件，speedcalendar.com 的APP， 我的儿子十一岁的儿子发明这个软件，所以如果你发现问题的话，请告诉我们。
你们可以计算这个软件可以测物的可以测计算的时间。有的时候我就办速度第一的比赛，在网路上。现在对里边的我就办这个速度第一的比网路上的互联网上的比赛。不过如果中国人很有说的人感兴趣这个速度第一的比赛，请告诉我，我非常愿意举办速度第一的比赛跟中国人。最后我介绍蔡拉公司的一个方面。今天我用这个关系速度第一优秀零的时候就一，优秀一的时候就一，优秀二的时候就二。不过在世界上一般优秀一的时候就一，优秀二的时候就一，优秀三的时候就二。英语说的人使用这样的关系。不过我故意使用这个关系，因为我希望很多中国人参加速度滴滴我们的活动。最后我介绍关于我首先我以前我住在北京现在我住在日本东京。以前我住在北京，我举办一个模范俱乐部叫姑姑会，很多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参加这模范俱乐部一起玩模范。姑姑发的名字的理由是这样吧，姑姑会在北京书房内用全球定义系统记录表达了中立友好。我住在北京的时候，很多很多中国人帮助我和我们的家人，我的家人，所以我希望继续和中国的朋友的交流，所以我准备了这个视频。好，谢谢你听了我糟糕的韩语，我希望你理解计算星期日的方法。还有我希望你感兴趣速度滴滴的活动。如果你有意见的话，我很乐意听听。好，谢谢，祝你友好。